道怎么吃吗？来，我教你，这很简单，就拿起来用嘴巴吃啊。我的原来是被打晕了。他不是死的，他是活的。这不是印度生意哦，这是特制辣油。两位老板好可爱哦，你是母女吗？我猜错了。稍微嘛，先稍微，我想想吃。稍微红。哎，自动哎，晚上转哦。晚上，那早上呢？早上这样手就不会脏了。他说晚上。台湾小吃 Go Go Go！ 哎，今天呢，风和日丽、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之下，我们要带朋友去哪里呢？我们今天呢，要带你来到台中有名的小吃之一的一中商圈。那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叫一中商圈呢？在这边呢，隔壁呢就是台中的一中，所以说呢，它紧邻这个商圈呢，叫做一中商圈。那当然啦，不止这一所学校，这边紧邻很多所学校在这附近，所以呢，这边呢族群的很多的学生就在这边附近呢，这边用餐啊，吃东西。那呢，所以这边衍生出来很多的一些小吃店以及商店，所以这边到处商店林立，小吃店一大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这边呢探找我们的手拿美食，平价小吃。那呢，我现在位在这个位置呢，就在这边的地标水利大楼之下。那从这边整个延伸过去呢，整个商圈方圆百里都是商店跟小吃。我们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手拿小吃 ，Let's go！朋友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摊，哎，好特别哦，叫日式马吉炸摇摇鸡，看到吗？嘿，老板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摇摇鸡的摇摇鸡是无骨的，然后有七种口味，然后我们的黄金甲鸡排是现炸的，还有鸡腿、鸡翅、脆薯系列跟摇摇鸡系列都是七种口味。好，那我们就点一下你们的招牌的摇摇鸡跟黄金甲鸡排，好不 好？嗯。摇摇鸡好了，然后使用前摇一摇。好，这是我们所谓今天的摇摇鸡第一。那我们使用前呢，先摇一摇。嘿嘿，身体要摇一摇吗？不要摇。好，为什么要摇一摇呢？因为那个摇一摇就是里面的肉会沾满那些的酱汁跟梅奶。哦，就是里面就是有茶一片，了解，才会比较长得比较均匀。了解了解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摇的差不多可以了，看到了没有？整个食材上全部都沾满了它的酱汁、梅奶汁、柴鱼以及芝麻。那现在我们就要试试看这个味道是如何。哇哦，赞哦，不错。它味道呢跟一般的咸酥鸡不太一样，就是说因为它带一些酱汁呢是有点湿湿的，那一般的咸酥鸡呢大部分都是干干的，那这味道吃起来带一点甜甜，就有点日式的照烧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味道上还蛮不错的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鸡排。你的黄金甲鸡排好了啊，谢谢。哇，你看看，鸡排比脸大，有没有？鸡排比脸大，哦，大修。看看我吃这个哦，鸡排比脸大的大鸡排。你有
听到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呢？能听到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？这个是它的酥皮。它整个鸡肉的那个汁都被它锁住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整个脆脆的外皮上面配上它很非常鲜嫩的鸡排，真的是万中选一的好吃。那先生，我们黄金甲鸡排是现炸的，啊，就是当场现腌、当场现卖，然后我们都没有隔天的，这样。嗯。还有我们肉质就是有挑选过的，师傅有挑选过的。嗯，所以朋友，你可以过来这边一中商圈的时候，可以过来吃吃看这个马吉炸，真的好吃。你知道吗？一中街有一家面店很有名。什么面店？我也是听说的。所以说我们来找找看这家面店在哪里，因为听说来一中街一定要吃这家面，如果没有来吃这家面呢，就白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找找看到底是哪里。哎，这边就是卖面的哦。对。那就应该是这家店吧。哎，那个是。Uncle 啊，在这边吃。我们现在看看好不好？顺便看是我们传说中的这家面店呢。Uncle， 嗨，怎么巧？哎，好不好？你在那边吃面？没有，吃面好吃。哎，那我们先坐啦。坐了，坐吧。哎，安口你也来这边吃面？对啊，专门来这边吃啊。你吃的是麻辣干面。麻辣干面？对对。那就是。莫非是传说中一中街的麻辣面？对。哎，所以你也是内行人喽？对对。知道这家面？对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。是叫红油抄手吗？对。好，那你们还有值得什么推荐的？既然你那么内行，那推荐后面很多种后面好吃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那我就来一个炸酱凉面，这么热的天气，真的真的。那你呢？来一个猪肉面。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来了来了，谢谢。来，筷子，这是我的炸酱凉面，对。好，你的是猪肉干面。猪肉干面，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传说中的麻辣面里面的炸酱凉面。哎，我先拌一下，感觉还不错哎，分量还蛮大的。你怎么会知道谁家面店呢？我常常来呀、啊，我常常来、啊。你不是在国外吗？对呀、啊，国外本来每次在这边，每次回来台湾一定要来这家面，这家店吃面。对对，所以这家面真的是有它独到的味道，让你觉得非常好吃。对。所以那我们要吃吃看。好了，我现在拌好了，然后吃吃看，它之所以不一样是在哪里？好吃吗？好吃，赞。之所以你知道有什么跟外面凉面不一样吗？你有没有研究？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面，它面条跟别人完全不一样？它面条当中呢，它不是像一般的那种是油面那种圆的圆形油面，它是你看啊，它是属于扁的，它是扁的。所以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，第一个是面条的不一样，面条不一样，再来呢它的炸酱，炸酱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样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它的炸酱非常清爽哎，没有像味道说很浓郁、很咸、很甜，它吃起来反而是还蛮还蛮清爽的，所以搭配凉面，我觉得在夏天真的很适合吃，这么的酷热的天气，这一碗凉面真的很爽。那你的呢？它的特别是在哪里？你看我们两个的面就不一样了，对对，不一样。面条之所以都不一样，你的你跟我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哦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我有这个小吃的，可以的。好，好热。它的卤味，对，太热了，真的太热了。这种天气在外面跑，真的是太热了，快受不了。好。那我们现在来吃看它的卤味，卤味就是百叶豆腐，百叶豆腐，试试看，你吃一点吗？好，
这个是脆肠，应该大肠。卤大肠吗？脆肠搞不清楚。好。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哦，其实白叶豆腐它有一个第二个点，就是说在卤的时候很难说真正把味道卤进去。那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豆腐白叶豆腐的口感以及它的香气跟味道？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哎，这个虽然它还蛮白的，可是它整个味道都有进去，真的好吃啊。嗯，味道不错吧？这可以推荐，可以推荐。清香汁，哎，还有红油抄手，这我也拌一下好了。这个东西都要先拌一下，所以红油抄手里面一样的榨菜啦，还有小黄瓜丝啦，豆芽菜。好，当然最重要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抄手，抄手，对。所以你吃吃看好吧，大家一起吃吃看。嗯对了，这边还有一个一样秘密武器，一定要告诉你，那就是等一下在我旁边的酱酱酱酱店里面特制的辣油。如果说你觉得你哪个不够辣，或是要去加强的话，那就加上这个，就一定辣。这不是印度神油，这是特制辣油。我想想看。哎，不要等，我们加一点点，在炒手上，加上我的凉面上 ，OK， 那我们再试试看吧，会不会更辣？再试一试。嗯，更辣了吧？嗯，更辣，而且香味更有。嗯，不愧是传说中的一中街的麻辣面。真的值得推荐大家一边吃吃看，一中街传说中的麻辣面哦！你看，吃到这个东西快跑出来了，太好吃了，赞！太热了，这种天气出来外面这样逛这样子，真的好热，好热的。刚刚又喝了好多水，对。现在唯一就是有点想上厕所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可是这外面怎么去找厕所啊？那边那有厕所。太扯了吧！赶快，我们去看看。看到没？有。你看，上天无绝人之路，站内有厕所，可是怎么会？居然是在台水宿舍里面呢？但是怎么样，还是先去看一下好了，因为太挤了，借一下也好。走，赶快。哎，宿舍，哇，这是宿舍吗？不知道哎，怎么会这种地方？这根本不就是宿，这不是宿舍吧？不管了，先找厕所。很多了吧？那既然来这边，我们就逛逛，找找像传说中的咖啡店。好，台水宿舍中传说中的咖啡店是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去找找看。嘿，莫非就是这一家台水宿舍传说中的咖啡店？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喽。嘿，有冷气吹耶。来，嘿，你好。你先入座。两位，两位这里。头一招在宿舍这边看到咖啡店，在宿舍，哎，谢谢，好的，哎，还有水杯，真的需要，我好热哦，好特别的菜单，好像感觉是手写的，嗯，哇哦，很棒，什么都有，还蛮精致的，所有东西都有，应应俱全，特别特别特别。介绍吗？当然啦、有你最好啦。你需要吃点东西呢，还是想先喝点东西？我想说直接问说，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？特色？当然，你看在宿舍里面有咖啡厅，这已经蛮有特色了。嗯。那在更有特色的餐点或是饮料厅？当然，下午太热，一定就吃轻食。
真三明治，还翻到第三页啊、嗯哦，三明治。啊，三明治像我们这里有一份叫火腿蛋沙拉三明治，它是属于比较清爽，而且很适合跟朋友一起做分享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做的是奇能雅做。对，那的话待会也可以来一份。好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三明治中的乐事，它是里面有搭配火腿跟蛋，然后上面铺满满的 cheese， 然后我们现场焗烤，很香哦。可是我突然有点想要吃松饼哎。松饼吗？我们有吗？这里松饼。我们有松饼，对，我们的招牌水果松饼，还有经过我们里面的大姐去做雕，这个果雕的部分。好、哦，我们的大姐，那当然这个一定要点一份来试试看哦，对不对？松饼、咖啡、下午茶是必备的。嗯，那我们就来这样子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先送，帮你送水果松饼。好，谢谢你。你会觉得这边地方很不一样。对啊。从外面这样刚刚走进来到里面，你不觉得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真的就好特别。外面就是蛮热闹的一个夜市的感觉，然后一进走来这边，哎，就不一样的气氛，不错哦，好特别哦。真的。所以说这样子乱跑乱撞，还居然撞出来一个好地方。哎，下次可以介绍。哎，松饼好了。嘿，我们的松饼，然后搭配新鲜的水果。好，好特别，好漂亮。这里有鲜奶油跟红豆可以做搭配。那我们中间也有准备蜂蜜。嗯嗯。喜欢的话可以再淋一点上去。你们听到？蜂蜜叫什么 ？Honey， 但是人不对啊。是。我准备先吃了。啊，这水果真多。松饼看着就蛮好吃的，夏天就是要吃芒果。所以我教你，你知道怎么吃吗？怎么吃？来，我教你，这很简单，就拿起来用嘴巴吃啊，来吃。是。我先加一点奶油。天哪！水果，你看一口水果，一口松饼好了。也吃好了。太好吃了，我跟你讲，它鲜奶油真的很绵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松饼又恰到好处，然后那个蛋香味，蛋香它的松饼里面一定有蛋，知道？然后牛奶也有，所以感觉出来还蛮浓密的那种牛奶香味。那鲜奶也有，那这样再搭配上水果凤梨，其实我蛮怕吃凤梨，因为我怕酸。真的吗？酸中带甜，感觉有初恋的滋味哦。但是人不对啊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要吃吃看。吃看那凤梨好了。哦，好吃。你不能吃太多，小心生产。没关系，它是轻食，它是轻食。接下来为你送上我们店的特调。哇，这是洛神啊，好漂亮。这是百香果，好漂亮。是用我们就是用一大袋的百香果去熬煮出来的果酱啊，不是，绝无添加物，就是天然的。它不是想玩泡出来的饮品。它不像外面就是用浓缩果汁去加水，我们是自己熬的，它自己熬的，好几个小时，太厉害了吧，太神奇了。我们也是用新鲜洛神花，而且它颜色真的好漂亮，嗯，真的可以试试看
看。好好好，而且非常解暑哦。我们夏季的饮品，解暑才是重点。我都没点刷。好喝吗？冰冰凉凉，酸酸甜甜，然后喝得到那种百香果汁的味道，很香。太好喝了，真的很好喝，赶快试试看你的，你的是洛神，对，还有那些那个很漂亮，对，喝起来呢，你喝起来呢，又都要看戏呢，好喝，好喝，酸酸甜甜，一样，真的，你词穷，怎么会酸酸甜甜跟我一样的？让我喝喝看好不好？真的，你喝喝看，我比较想吃你的礼物，我试试看。你的比较酸，但是呢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呢它这味道呢，因为洛神的酸跟水果的酸不一样，水果酸呢它有带一点酸中带甜的味道，所以感觉还不错。不然你可以喝喝看我的百香果，这样你喝到我的口水，真的超漂亮的，试试看，我继续吃我的松饼。你的比较甜，很不要甜，对，有水果的那种甜味。所以呢，它的味道之所以不同呢，因为洛神它就单一洛神的，对。那洛神它可能它偏酸，那百香果呢，因为它是水果，它所以还有带一点甜分，所以就觉得我的百香果比较好喝，还我。好啦，那我还是喝我的洛神。真的是特调，真的是特调。真是开心的下午茶。对啊，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三明治不是吗？对，嗯，我们还有一个三明治。那这样好了。哇，说三明治，三明治到。这个是，我再帮你稍微移一下哦。好，这是最能补充热量的鲔鱼口袋。哇，来，好多生菜。是的，真的很健康，很健康。赶快想要生。嗯，红红告。那我先从哪里开始呢？嗯，我从生菜沙拉开始下手好了。水果必备的，健康，生菜也是必备的。我们说，哎，这是罗曼呢？这是罗曼加千岛，我猜的。对哦。你把它吃开，那你起来一点，我先。试试看。嗯。应该是千岛酱没有错吧？嗯，这是罗曼，罗曼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嗯，海沙沙拉。对，沙拉都会用这样。好吃。嗯。小番茄，好吃。真的是好幸福，你知道吗？有种那种西亚哇塞的那种感觉，这就是人就不对了啦。真的，下次跟你哈尼来吃。当然当然，哈尼，我不阻止你，好不好？换三明治。嗯。哎，这个叉子。这分量还蛮多的哎。哇。你看，满满的鲔鱼，加上生菜，一样是很健康。那我不客气喽。什么滋味？什么感觉？好好吃哦！夏天吃鲔鱼，就好像感觉你夏天到了海，去海边一样，就感觉有海洋的味道。Hello， 两位，我们这里主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主打就是咖啡。哎、欸，两位有喜欢喝咖啡吗？当然啦、啊。那这样子，我帮两位准备冰冰凉凉的冰拿铁，好不好？哇，好。哇，咖啡来了哦！可以稍微做搅拌哦。稍微做搅拌。嗯。所以我要这样。搅拌。
这样喝得到那个牛奶跟咖啡的层次吗？喝得到，喝得到。好香哦，咖啡的味道很香，然后里面又加上牛奶的那种奶香味，有那个层次，真的有那个层次，真的是冰拿铁。嗯，好喝好喝，这是出自于谁的手艺呢？谁煮的咖啡呢？哇，那我们一定要，我们要认识一下我们这一位。嗨，坐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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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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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怎么称呼呢？小新，嗨，小新你好。怎么称呼你们俩？我是 Corey。Corey， 嗯 ，Corey 好。他是 Mara。Mara 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开心哦。其实，那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我们这咖啡？因为现在很多外面很多房间也蛮多那种咖啡店的。那我们这咖啡的话是手冲咖啡是怎么去如何去制作的呢？手冲咖啡的话，主要我们会先去挑选好品质的咖啡豆，因为现在咖啡豆就是在外面就是有分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啊，对，两种。那外面就连 Seven 都在就是坚持就是一定要用阿拉比卡，对，阿拉比卡有，我有听过100%的阿拉比卡。那我们的咖啡豆呢？一定是，也是阿拉比卡，因为就是我去挑选的，就一定要是阿拉比卡。哇哦，严选阿拉比卡的咖啡豆。再来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就是一定会保持它的新鲜度，也就是说我们咖啡豆一定会在它的新鲜度那个期限内去用完，然后也就是说每次一煮都会现磨现煮，所以才让两位烧得比较久一点。真的，为了，但是这是值得的，好喝的咖啡呢，可以等这样子，这是值得的 ，OK 的 ，OK 可以接受。啊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哎呀，好用心哦。哎，因为我们主要咖啡都是用手冲的，所以味道会比较没办法像外面那样比较有浓烈的感觉。对，一般的话那种意式咖啡，它就是那种咖啡机，然后就这样磨咖啡磨完这样直接倒。用高温蒸汽滴下来，那手如果手冲的话就比较不一样。对，就主要的是我们还有就是精品的咖啡豆，主要是推黑咖啡。了解了解。嗯，其实今天真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真的是为了因为想上厕所，突然哎进来了这边，我们上面写着内有厕所，下面写着排水宿舍，这让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，说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呢？宿舍，对，其实很久很久，它已经废墟，这里这一块都已经废墟了很久，它是这样子废墟十几年了，几十年了。它在最早之前是台湾自来水厂的员工宿舍。哦，原来是台湾自来水的宿舍。这个，所以宿舍是没错的。对，宿舍是没有错的。哦，但是，已经把这边改成了，对，现在这个方式这样子了。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说？那当初为什么想到说来这边开这么一个很特别、蛮有特色的一个咖啡店呢？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一块，就是在这里的营造厂商，就是这里的地主，然后活用这里，突然觉得灵机一动，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蛮不错的商场，想要在一中这里面就是闹中取静的感觉。对对，这是我们刚刚所感觉到的。对，所以才在这边就建设这样的环境。真的是很跟外面的很不一样，对，尤其在一中没有像这样子的，这边的氛围真的跟外面这样子真是差很多，闹中取静，而且那我们这边所谓，因为你在外面跟在里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，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有特色，你才会吸引说你走进来。我们是误打误撞啊，上厕所跑进来的。那你觉得说我们这家店呢是有什么特色会吸引到人家自己过来呢？这个特色是在哪里呢？不要自己过来，因为其实这里就是你看，刚刚两位都是从小巷子口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发现这里面世外桃源。但是主要我们最吸引的就是内有厕所。难怪，我们才会发现。真的，我们整个商圈一中先带到这里面，不然自己很难发现。所以我刚才那样子也是没有错的，误打误撞，然后看到内有厕所。哦，看到有个吸引，哎，这里其实有个小商，真的好有特色，太有特色。也有新闻专门就来采访，就是说，哎，居然利用厕所来做宣传的方式。真的，在外面，你在外面刚刚这样吃吃喝喝，有时候真要找一家店家说，你可能内急，要找个有厕所的店家其实不好找，因为现在的店家都没有什么厕所在里面，也不方便借人家。麦当劳都排满。所以我们这家。
这里的特色就是内有厕所。嗯，但是它的假日这里其实假日都会主就是办活动，像是请一些市集来啊，或者是有现场演奏，那也是制造一些很热闹的声音，然后去让外地就吸引外地人进来。所以我们本身我们台语宿舍里面这边也有自己的一些活动。对，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。对，也是。好，你说会有可能会有表演，嗯，好，或者是一些市集。对，像现场演奏就有长笛、小提琴或萨克斯风。那真的是很与众不同，跟外面。跟外面的一些很繁杂很吵闹的那种市集跟这边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再来说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来特这里的特色，这家餐厅的特色，我们刚刚吃到了松饼，嗯，吃到了三明治，还有我们的特调咖啡，嗯，真的跟外面的真的都不太一样。我们刚刚吃到这个松饼，真的无论在食材上，水果新鲜度都是非常棒，嗯，真的很棒 ，CP 值非常高。再来就是说，还有我刚刚吃到这个三明治也是，它整个非常饱满的那个尾鱼在里面，我们绝对不手软。真的，老板非常大气，很豪迈。像给的生菜也是，外面其实生菜沙拉就在吃凯撒沙拉，我们才放上这个罗曼，罗美。但是我们居然可以在这样的一家咖啡店。吃一个尾鱼三明治，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生菜，所以它口感一定就是比较清爽的，而且刚刚吃起来很新鲜，嗯，脆度都一直存在，还有那个水分，嗯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去菜市场买菜，就是保持它的新鲜度。所以今天真的是太 lucky 了，今天进来借厕所，真的是特色就是厕所，进来借厕所，然后发掘这一家店，嗯，真的这一定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。金价爱来这家店，去这家店走走看，吃吃看，而且一定呢还要来，一定来喝一杯我们小心调的特调的咖啡，真的咖啡好喝，真的，我再喝一下。我想要吃饭团，饭团就这一家饭团，刚刚已经问过了，刚刚问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说他吃牛肉跟猪肉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一样啦，人家吃什么就要寻找人家吃一样的，他才会踩到地雷。是哦，老板，你好，两位老板好可爱哦，你们是母女吗？我猜错了，是姐妹。不然是阿姨，这是妈妈嘛，然后这是阿姨哦，阿姨好年轻哦，阿姨不要因为这样子抱着我，是阿妈，那我阿妈我要来一个牛肉饭团，要不要什么？辣，要不要辣？要，我要小辣。吃的不会胀气的，也好消化，也好消化的饭团，里外都有味道，里外都有味道哦，表里如一，不会像白肉都没味道，这种白饭的味道。好的，谢谢，那我要来吃吃看了。大口一点，你在看我吗？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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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好吃，谢谢你啊，老板娘。哦，好热哦，你看我都流汗了。我也是。那怎么办呢？喝凉的啊。哪里有凉？前面啊，走啊。
看看有什么凉的，就喝什么凉的。那边好像有甘蔗汁哎。那不喝话，甘蔗汁，走。真好热。Hello， 老板在吗？点吗？这么多。有甘蔗汁、甘蔗柠檬汁、百香甘蔗汁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要甘蔗柠檬汁，大杯的，这样才有办法解我的热。老板哪一个比较解暑？纯甘蔗汁比较解暑，那我要纯甘蔗，不会很甜吗？两位唱。我的，好好喝哦。嗯，酸酸黏黏的，又不很甜。我的不甜，但是又可以消暑。真的，重要是可以解渴消暑。但是大热天的，大热天真的是不喝这个东西，真的会中暑，会丢酸。好饿哦，我们去吃那个好不好？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哪个东西？那个。哎，那么大一坨，走，看什么东西好不好？就是这个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沙威玛，沙威玛，那就不会忘了。那我们来一份沙威玛。嗯，直接啃吗？那不是还要辣吗？要辣，要辣。跟赵薇龙有什么关系？赵薇龙，不知道了，真的好好吃哦！真的，真的，这是哪里来的？中东吗？对，来个中东这么硬吧！我很白痴的想要问这什么肉？是鸡肉，还有好吃哦！是鸡肉，对，鸡胸肉，鸡胸肉，是鸡胸肉。所以说呢，它就这样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对，就是慢慢烤，让它熟。哦。所以就是从中东来的。真的好好吃啊！谢谢。我们来吃台湾最有名的麻辣臭豆腐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觉得臭不臭？不臭不用钱吗？啊，这不是臭的。这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吸麻辣烫的香气。对。那我。一般臭的比较不一样。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鸭血。我可以点鸭血吗？最多人点。哎，它算招牌。招牌麻辣鸭血臭豆腐。好，我点这个。好，我点啊，干嘛？它好细致啊，它快要把那个豆豆放在上面，你看到？小心，烫。麻辣鸭血臭豆腐，你喜欢吃鸭血？吃鸭血，我喜欢吃臭豆腐。这个鸭血跟猪血都不一样，感觉很像。这个很好吃，真的吗？哇，我不喜欢吃血类的东西。不会辣到让你觉得很真的吗？老板是小辣吗？对，小辣。嗯，会端一端一端。老板，这豆腐在哪里？在下面。因为我们料比较多，你本来要换掉。就跟老板说你比较料，所以多给你很多料。是这样的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豆腐，豆腐，豆腐。已经有点残碎，残吹不穿了。嗯。一点都不会做的臭豆腐。老板，这个汤可以喝吗？可以可以。这个汤是中药的，也不用买到的。喝的不叫热。它不是死辣，它不是死辣，它是活辣。它是活辣。没感觉它的火药。好，我看看哦。这吃的不会口干舌燥。它真的给你好多鸭血。我觉得汤蛮好喝的。
的吗？不会不舒服。所以不舒服是怎样？就是喝起来会嘴巴麻麻的，好像放了很多香精。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那叫什么？香精吗？还是叫什么？就是化学的一些东西。味道、啊、味道，对对对，味道。哇，那不错哎、欸！嗯，不错哎、欸，那以后晚上就不会口干舌燥了。好，那个比较大。那个是什么？还有泡面豆。泡，还有泡面豆。泡面豆。哎、欸，随着时间越来越晚，人越来越多了呢、欸。啊，真的，你看人潮那么多，人潮告诉我们要往哪里走呢？哎、欸。箭头告诉我们往那边走就对了，看看那边什么东西照。哎，很多人哦，排队，要排队。箭头说照这边就是要排队，快点，我们老对对对对，大肠包小肠，所以你知道这是用木炭烤的。大肠包小肠有爱是木的哦，他知道，这是老板标榜的用木炭烤的，所以就一定有放在外面。真的真的是炭烤。对，很像双麒麟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完美三千半。哦，老板谢谢。老板真的买二送四。好 ，Gable 你家爱菜鸡吗？恭喜三，五价跟五量吧，惊讶哎，好吃真的。真的好吃，在哪里？摄影机，摄影师大哥，你饿了吧？要不来一口？哎、欸，真的好吃哎，好好吃，好吃。你是会学吗？不是。台湾人吗？哇，这是爸爸吗？两位爸爸，要哎要嘛，对不对？要，美女都要了，美女妹妹，很快就好了。我们没问那蒜苗的。我现在要找个地方上个厕所休息一下。我想上厕所。不可以讲一起喝，不能。我不会判别身体酒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这次要教你了。真的，对对，生命级有的，真的，我们要告诉你。